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，在我国钾肥的主产区青海，化肥企业目前已经加大产能，保障春耕用肥需求。在青海一家钾肥生产车间内，各条生产线正满负荷生产。经过筛分、浓缩、浮选、结晶、固液分离等环节后，氯化钾产品源源不断地产出，输送到干包车间被装袋打包。今年一至二月，这个钾肥生产厂生产钾肥57万吨，较去年同期增长20万吨。为了缩短化肥运输时间，当地还不断优化物流线路，通过铁路、陆路、水路直接将钾肥运到复合肥终端生产厂，减少倒运差价，确保农户用上实惠优质复合肥，不误农时。